大家早上好，看这只猫一直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12点半了，中午12点半，它要出，它连厕所都不上了，你看，它要上厕所就会叫，要出去啊，来，给你开门，去吧。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，它往左就是回家，往右就是上厕所，因为从右边就是去右边的时候，它回来特别快。哎，今天你搞个特殊啊，干嘛呢？在这干啥的？他跑到这个门子里来了。他晒太阳吗？有。晒吧。妈妈去打扫卫生了。等会爸爸起床，就可以给我们做早餐了。吃早饭了，今天又是买的面包，因为某人昨个晚上又太累了。别录。这是我闺女吃的，这个是手抓饼子吧？里头放了些鸡蛋啊。里面放个鸡蛋，然后啥没有了？你咱啥没有了？哈哈哈！我正在吃早饭呢，他们俩就要开始吃提拉米苏了。提拉米苏这个可可粉，哎呀，大哥你多了，弄外头来了。又开始吃香蕉了。很多多多。太多了。嗯，不是太多了。嗯。需要很多。这个地方呢？啊，那边那边那边，好了好了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哎呀，我给了。哎呦我的天！太多了。看，不多。嗯，喜欢。嗯。现在发现我们家每个周末都要吃提拉米苏，这要发胖的呀。我以前是每天晚上都要吃2碗米饭，现在减到变成1碗了。天，我以前都要吃8碗，现在减肥就要吃7碗。切呀，大哥！来，哎呦，哇、哦！这是不错。So creamy, total creamy。Möchtest du ein großes? Mhm. Mhm. Zum Bahnhof. Ey, ja. Ey, j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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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. Ey, ja, hau, kann man. Ich wollte hier mal kann man. Mhm. Hau, kann man, ha? Mhm, dann. Das ist oder? Da drauf?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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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Mhm. Mhm. Oh nein. Mhm.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只要我想，我那天要去练车，结果天气都好得不得了。这是代表什么呢？天气好，练车的人肯定多。今天天气可暖和了，现在多少度 ？Wie viel Grad？ 15 Grad？ 14.5度，热不热？我们现在去练车，现在是马上3点了，也就最多练1个半小时就要回家了。Hoffen wir, dass nicht so viel los ist, aber bei dem Wetter denke ich. 希望不要有很多人呐、啊，这样子的话我练不了呀。这个车子，我现在目前为止也就是转向灯会一点，其他的还不具体，还不太了解这上面的功能。就是像这些按钮啊，这些东西我还不咋知道。马上到喽。steht so einfach。就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很近的，几分钟。Wie viele Minuten von unser Haus zu hier? 4。四分钟，近不近？四分钟。公交车，小雨。哎呀！今天人多的不得了，你看看看看，外面都停了这么多车子了。哎呀，练不练得了了？下次我觉得要星期六来练吧。我们练就在那里头练的，这是新手练的，然后习惯了之后再到外围来练。我老公去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专业的人在训练？看今天人特别多，你看那边还有那种车子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练了。
练你也开不了，人太多挤得不了。今天练不了车，也要把这里头，你反正也不闲下来，闲不下来一点。你看这个是，跨年夜那天他们放的烟花，没人扫。趁着今天天气热，你看这里头全都是玫瑰花的树枝、树叶什么的，给它弄干净一点。二师兄的耙子真好用，看。他可以把这个青苔给它弄一下子，看我们家这底下都是青苔，这个青苔会吸收营养，把草弄的就欺负草嘛。给它除一除，哎，好多，一会儿功夫弄一盆呢，一桶不是一盆。哎呀，以为这个很简单呢。弄得气喘吁吁的，你看这个二师兄的活也不好干呢，他全都是青苔。你现在这是第三桶了，哇塞，好累呀、啊！哦，这里是常年会被太阳遮住的地方，你看这个青苔还挺好看的嘞，但是就看不见草了。所以还是给它扒了，我先一耙子下去看看啊，看，看，草啊，就像中年男人的头顶一样，稀疏的要命，看，这么多，其实这个青苔也很好薅的，看，你看。这里已经一桶了，长得可快了。去年我记得我老公用机器弄的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哎呀，去年四月份弄的，一年还不到呢，又长这么大。你看，这个长得还挺好看的，绿绿的，但夏天的时候它就发黄了。这个繁衍太快了，这个东西说是什么土里头碱性太高啊，乱七八糟什么东西，我老公还化验了一次，结果也没有抵抗得了这种顽强的生命力。一块功夫一把，感觉像薅羊毛似的。再去看我的小青菜，都要开花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都要开花了，这已经要开花了，花骨朵了。营养不够，再加上太阳也不够。现在来修剪我的玫瑰，虽然这时候不应该修剪，秋天的时候修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家这个玫瑰花生命力特别顽强，给它修剪一下，不然开的就是乱七八糟。这个是一长得像玫瑰树一样的，你看长了多少啊，这个一开下来，然后花太多，它一开就是整片整片的开，它的枝干啊根本承受不了，所以它每次都会东倒西歪弯下去了，看都有根树棍给支撑着。很多人就说你家这个玫瑰为什么越长越大，长得太快了，它比平时就是人家正常的玫瑰发育的就是生长期啊，就是特别快，好像就是给它放了很多化肥一样的，肥料太猛，所以我得给它剪，不然的话又是东倒西歪。看一看这个玫瑰花被剪的，还是地上这个树叶子弄的，虽然弄的不是很多，因为太难弄了，太多太多的青苔了，等我老公用机器弄吧。现在又出发继续看看到底有没有人，人再多的话就回来，不死心啊。其实这一天14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划算的，因为我们也最多开1-2个小时，虽然离得近。
你想想看，要是自己的车子都要加油，都花自己的钱，野艇一天开下来也不少钱了。还好我们这是公司的车子。看这里人还是这么多，看到了，很多人都念停车，一停车就不得了，一停车就不好开了，因为那地方本来就不大，你一停车倒在那里，倒来倒去就，你就不能往前开。我们再回家，人太多太多了。下个星期要开，星期六就去学，早一点来。晚的话天气好，人又多了，不行的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这时候太阳很低，你一开对着太阳的话还不舒服。哎呦，这个猫，你怎么从这边来了呢？来，过来。哎呦，你是猫。小猫猫，小猫猫，小猫猫。咦，这个是你玩的地方呢？嗯，这吓得哟，你这个胆小鬼！一不小心天又黑了，今天车都没练上，去了两趟都没有。你今天去两趟了？嗯，晚饭。肉丸子炒上海青，应该是叫炖吧，然后放了两个口蘑，然后芹菜炒肉丝儿，因为这个肉丝儿是星期四那天买的，不做的话也要坏了，赶紧的。好吃味，好吃味，喜欢就行。我呢，一如既往的吃大葱蘸大酱，哈哈哈哈。饭后小甜点是什么呢？叫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。是不是提拉米苏？这次呢，我老公做的呢，他放咖啡有点多了。那我，上一次做的好，上次你看这个有点稀，上次那种挺好。嗯。妈呀，这减肥能减下来吗？我本来是留下了两，留着那个的，结果我闺女还要吃一块，哎，就剩下一块了，索性都给她吃了吧，来吃吧。看这个猫要吃东西，奥普帕森，小心。看这个，这个馋猫，这个猫温柔，它不用爪子挠。另外一个黄猫会挠。Often, lesson of the border, come, bitte。这个猫，你看猫粮它不吃的，它要吃这些。哎呀，好吃吗？这可是爸爸爱吃的呀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馋猫，来小猫猫，你吃的好开心啊！祝大家晚安，好不好啊？咱们明天见吧。